烽火禁区，最后集中环冇事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六场赛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赛，大热门就三，临尾起飞九啊，热赛准备。好，你跳出嚟沙张帮啊，最快嘅安喜第二位，入面铺铺往中间烽火禁区啦，大我当咗翡翠剧院马林，中间就状元才啊，中档仲有热翠，最出蓝衫就环保战士啊，后档小尾五系财神啊，咁啊再后啲嘅马先见到咧有胜利导航啦、钻石达人啦、中环武士啦，包咗落尾嘅马咧不嬲放头啊，人人有福嚟噶。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，前面翡翠剧院杀到埋嚟放环保战士第二位，第三位烽火禁区内栏第四沙张帮啊，第五位咧咁。紫色眼罩红帽咧就安喜，咁啊在外边三位噶啦，状元才啦，最出满堂红啦，呢群马嘅马林后边啊，白衫白帽就热翠，内栏橙衫仲有铺铺王，再后多少仲有财神啊，胜利导航嗰啲马。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啦，烽火禁区咧，咁啊占先咗少少啊，卖变位置就系呢只翡翠剧院啊，咁啊再见到入边叫位上嚟咯，沙张帮中间热翠追紧，咁啊再后边嘅马咧就状元才，外边追有胜利导航、财神同埋满堂红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沙张帮。渐渐热翠追紧佢，出边胜利导航亦都上紧嚟，沙张帮压住热翠，外边胜利导航，沙张帮赢啊！第二名胜利导航，第三名热翠，咁啊收住个终点嗰只热翠啊！第四名财神同埋中环武士近啊！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沙张帮今场赛事就现翻个真身啦，外边杀上嚟胜利导航，沙张帮过终点之后只马可能有事啊！嗰只热翠啊！呢场两只热门冇晒。跑晒啲边线买入嚟，沙张帮转抽翻个内档，真系唔同啦。奇普敦夜马胜利导航第二，热翠第三，第四就系财神啦。哎呀，我哋走晒啲脚出嚟，咪撞元财啊！安喜两只热门冇咗，系咯。安喜唔知做咩事，好早收停添啊，转弯都已经平。好啦，翻到嚟睇睇呢个暂定嘅派彩先啊，扭歪晒，咁跑第一名嘅十六嘅沙张帮，其排151.5，位置38.5，跑第二名嘅一六嘅胜利导航啊，位置排呢个41.5啦，第三咧就系九号嘅呢匹热翠，位置排24.5，连人为一搭十咧排呢个946蚊，三同咗十号、一号、九号啊，顺序派10506蚊，咁啊单铁190啊派2077蚊，位置 Q 一搭十系308蚊，九搭十系141蚊，一搭九派156蚊。大摩起个马啦，一冷一热，即系上次都已经啄住嘅啦，形势不利，咁今日抽个好档位，完全唔同晒。O K， 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唔该晒，唔该晒。謝謝跑晒几只边线马出嚟，就变咗啲赔率就较为好分啦吓。组合平嘅三拣一，胜出最后系 A 三嘅其他冷门派37.5啊。个终点之后都有啲意外啊！呢一场系。皮宝敦又帮阿摩赢马啦。跑完六场之后，跟住去到下半场啦，咁啊已经见到压地机又开动啦，压紧地噶啦吓。输咗一场，冇话好分好多啫。上次90多蚊，今次15倍。嗯嗯。巡逻影片都可以睇下嗰只状元才啊，翻嚟都好厚嘅。早段系咪有啲意外？仲有另外一只咧，嗰只安喜咧，四连埋1910/13啊，派2812蚊。四重彩，哎呀，10号、1号、9号、13号顺序啊，派到68310蚊。我哋揸咗啖啊！冇办法，两只热门都冇晒啊！安喜啊，一冇一条栏，同上一次转弯啊，争好远啊！嗯，但系佢好快收停，唔知道有冇事添啊？佢都系，嗯，有人都再
睇下。哇！林彪包翻晒一狗两只落去噶啦吓，开晒呢啲翻嚟，开晒啲脚出嚟，扭歪晒，睇下。好，好啦，起步啦！最出边嘅人人有福咧，就跳一跳啊，所以零射就比较慢啲。前边啊，几只马抢啦，分别就系沙张邦出闸最快啦，守住个好位啦。喺佢右手边就系安喜啦，最出边就翡翠剧院蓝眼罩啦。大外当环保战士咁喺个第五位都系烽火禁区啦。落嚟位置铺铺旺啦，出边就撞到嗰只状元才嘅。最出就满堂红啦，大约喺第八九位之间白衫咧就系热翠。咁喺佢后边就财神啦，一路数落去咧就胜利导航啦、钻石达人啦、中环武士包尾人人有福。喂，那个位蔡明士有冇搞错啊？咁打横走出嚟，咁唔使睇出边啲马嘅咩？你要执行拆旗子时唔系咁噶话，咁啊撞两撞啊！见嗰两只热门啊，已经走晒出去外碟咯嗱。嗱，嗰只你见到啲动作都唔顺嘅，安喜突然间咁换脚，咁跟住之后都冇晒反应噶啦。嗯，搞啦，系啦，都唔好夹眼迷啦嗰度。沙张邦就食住内栏嘅优势捐咗出嚟啦，热翠斗埋一齐噶啦，热翠谂住汤人噶啦，又系嗰、那个胜利导航亦都系，都系啊！你睇下拍铺嗰啲动作，哇哇，同阿国能嗰啲手，临尾三只话有少少逼劫，但系嗰只热翠系冇受到影响，佢自己系即系有一部问题啊，跟住过终点咪收停咗噶，好啦，复榜完毕噶啦。位置 Q 一搭十系308元，九搭十系141元，一搭九啊派156元嘅。组合六型三拣一，胜出咗排 A 三嘅其他冷门派37.5。四连环19、13啊派2812元。四重彩顺序10号、1号、9号、13号派68310元啊！孖宝头关六尾关十嘅正奖派626.5啊，头关六尾关一嘅安慰奖派127.5。分段24秒21、22秒53，末段22秒94，总时间1分9秒68，就慢于标准时间3:03。